Passenger has died. He was murdered. Avenger of the innocent. Is that what they call you in the papers? And you are innocent? You're fun. 如果让你演，和配这两个相比，你觉得哪个会更加出彩一点？我觉得还是演吧。这个没有对比啊，就没有伤害。我刚才说，我跟飞鸿说，我说你们上去吧，我都不想上这个台了。然后羞愧半天了。对，我跟飞鸿说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然后他还这么谦虚。好像自从演了《解救吴先生》之后，您就成了反派专业户。那这次为影片中唯一的反派角色配音，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？我很不满意。演起来很自信，一到用声音去演一个角色的时候，我觉得漏洞百出，或者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。我也不太喜欢福斯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配坏人，让我一直坏了下去。哎呀，下回让我配一个小白兔啊，然后这个用我的声音啊，依偎在这个俞飞鸿老师那个公主的旁边啊。这次答应这个尝试，也是觉得没有尝试过，比较有新鲜感。